结界崩塌，太古妖剑横空出世，巨子剑无数，祸及苍生，致使生灵涂炭，哀鸿遍野。帝盟盟主帝苍及无数将士战死，为救苍生，帝息之妻守剑灵姬皇以血殉剑，将太古妖剑暂时封印。留下训示，命人寻得其继承人，或可彻底根除妖剑之患。为保九天大陆之祥和，九华门挑选天赋奇才入其门下，传以修炼星魂之术及战技心法，以提升段位，并以五年为期，联合大义、雪云两国举办君临宴，遴选可与太古妖剑对抗之人。然而妖剑祸根早已深重，至暗时刻悄然逼近，九华门不得已之下，派出门下弟子寻找承载着帝苍力量的星魂石，殊不知星魂石真正的主人即将现世。又到了四年一度四大学府招生考核的时候了。是啊，时隔已久，我也是很期待。天庸城是我们负责的考试地点，前几日我已经派出了门内弟子，他们一定会准备好的。好，难得有这样的机会。这次四大学府招生之事，为师就彻底交给你了。学府招生考核，带他回去吧。孩子，快走。少爷，正事要紧。原来是叶家的人。操！他们来天庸城做什么？难道是为了四大学府招生之事？姐姐，
晴儿，大耳朵，你练功啦？你又跑哪儿偷懒去了？四大学府招生在即，你还不好好练功？爹不是说了吗？四大家族每年都有一个免试名额，可以直接进到四大学府的，你说是不是呀？我是绝对不会用那个名额的。姐姐，那是给无用之人准备的捷径，我白秋雪一定是凭自己的实力考上的。也不知道这考核之日会有哪些天庸城的子弟参加呢，晴儿到时候真想去看热闹。你好歹是我白家的二小姐，你啊要把眼光放在全大义上。这全大义最优秀的天才已经跟我姐姐定了亲呀。他哪算最优秀的天才啊？我姐姐害羞了，姐姐害羞了。大小姐、二小姐，秦公子求见。问天哥哥，问天哥哥，问天哥哥，晴儿，你可算来了。对了，这几日城中很热闹，我刚刚路过街上，发现朝廷已经派叶家军前来天庸城，这四大学府的招生果然不同凡响。温天，我正好有关于修炼考核的事情想与你商量。温天哥哥，那你先跟姐姐聊着，我回房间待一会儿，你要是有空了过来找我玩。温天，我们进去商量吧。温天，我想让你用银针引渡之法帮我沟通星魂，这样我的考核就有十足的把握了。这四大学府招生为我们每个家族都提供了一个保送名额，你为何还要受苦呢？我才不要那个保送名额呢，那都是给无用之人用的，我白秋雪一定要凭自己的实力考上。温天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不是在说你的。这银针引渡之法是为了打通经脉，我还没有成功过。我相信你。好，那我尊重你的选择。
这第几重星魂？回叔父，是第三重天星魂。好啊，第一次就突破了第三重天星辰凝聚星魂。可惜我没能沟通第四重天星魂。秋雪，你已经消耗太多体力，沟通星魂之事不能着急。嗯，文天，今天辛苦了，早点回家休息吧。叔父，问天今天帮我沟通星魂消耗了太多体力，不如让他。程叔，今天客气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改日再来拜访。我送你吧。嗯。秦问天，是你自己命不好，你可别怪我。凭什么让给秦问天？我不同意，那个家族只有一个免试名额，那是何等的珍贵啊，凭什么给他秦问天啊？问天是绝脉之身，他再怎么苦修终究也是个绝脉，无法沟通星魂注定与修炼无缘。我已经跟你爹二叔商议过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问天可能一辈子也无法考入四大学府，而你们是有机会的，所以才把问天送入九华门，也许能治愈他的绝脉。哼，简直可笑，绝脉又怎能治好？生儿，想不到义父竟打算利用那个名额送我去九华门。请转告秋雪，我来给他送些凶魂石帮他修复。秦公子，二老爷请你到客房稍作休息。请。已经把秦问天带到客房了吗？是的，老爷。去派人处理了此事，杀了秦问天。放心吧，老爷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外面很乱，秦少爷还是老实在这待着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秦少爷还是不用管了，好好在这待着便是。放肆，我要见程叔。哎，废物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呀还是好好在这待着吧。我家大小姐已经成功沟通第三重天，你一个绝脉之人还真把自己当姑爷了。难道程叔？让开。哎，站住。二小姐，文天哥哥，是白家对不起你。晴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要去见你叔父，若是叔父不同意，我可以让义父去。你不要问为什么，我现在带你走。不可以，他不可以离开这个房间。你们谁敢拦我？快放手！晴儿，大小姐，姐姐，带二小姐下去。是，姐姐，放开我！文天哥哥，秋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文天，以我同是四大家族的子弟，你应该很清楚，我们身上都背负着四大家族的期许。当初你我初定婚约，是我白家攀附你秦家势大，我知道你对我对白家都有恩，就算你的炼体达到巅峰又如何，你始终只是一个绝脉之人。你不用说了，我全明白了。你走吧，我们始终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
秦文天是个绝脉之人，注定庸庸碌碌一生。然而今时不同往日，我们白家将不再攀附秦家，他反而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。希望你以后不要再与秦问天有任何瓜葛。问天是绝脉之身，他再怎么苦修终究也是个绝脉，无法沟通心魂，注定与修炼无缘。可是无论你苦练多年，就算你的炼体达到巅峰又如何，你始终只是一个绝脉之人。下病重，太子年纪尚轻，难当重任。臣恭请镇江王奕恒为摄政王，暂代陛下主持朝政。臣等附议。启禀摄政王，这是雪云国送来的冰流花，传说此花十年生一叶，百年开一花，花心服下可以根治百病。冰流花，哎，莫大人呢？青城郡主到。见王爷。原来是青城郡主，你怎么来朝上了？莫天林呢？启禀王爷，家父身体抱恙，实在无法前来，青城只好代为上朝了。放肆！青城郡主，如今站在你面前的而是当今的摄政王，更何况
我大义朝堂从未有女子敢入，你父不但不前来，反而派你一个女流之辈闯入我大义朝堂，名不正言不顺，还不快点退下。我乃当今圣上御风郡主，圣上曾言一国皇宫我可以随意前往任何一处，为何不能来朝堂？再者说，家父为国家设计占卜星象，鞠躬尽瘁才积劳成疾，本郡主此次前来本欲只为了家父告假，但依倾城眼下所见，似乎还应该为家父邀功，请王爷恩准。岂有此理，叶大人。按理说皇兄身体出现状况，不能处理朝政，理应由太子来监国，但是太子年少无知，实在难以当此重任，所以还望各位大臣给予本王支持，为我大义国分忧。王爷要是没有别的什么事情了，倾城的任务完成就先行告退了。小姐，雪莲花开了，她这次好听话啊。那当然，她要是再不开花，我就把她拿去煮粥。一个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，知道吗？还有这个。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发芽，会不会是种子有问题啊？这个种子确实有点奇怪，一直没有找到让它发芽的办法。它是不会发芽的，别把精力都放在它身上了。爹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种子？你是不是又去捣乱了？都说了为父不愿参与朝堂之争，你怎么总是给咱们墨家添乱呢？你就让爹省点心行不行？爹，你好久都没有带我出去玩了，你要是带我出去游山玩水，我就不气你。你一个女儿家怎么能成天就想着往外跑啊？啊，你让诺兰陪着你在园子里多种点花种点草，或者到爹的书房多念念书，不是挺好的吗？那姑姑也是女孩子，她怎么就可以天南地北的跑呢？若有一天你能练成同姑姑一样的元府境，甭说你出去，就是一天不着家，我都不拦着你。哼！小姐，我们去老爷房中看书。看什么看？整天就知道唐僧，我倒是让他看看我的本事。莫伯父，叶大公子为何在此啊？吴缺此次来是有要事跟莫伯父商议。叶大公子，还请不必多言了。我莫天林闲云野鹤习惯了，志不在庙堂之高，还请某些人不要把心思再放在莫某身上。那
关于四大学府招生考核之事。老夫身体不适，不宜远门。来人，送客。小姐，小姐，怎么了？我刚刚听到叶公子又来邀请老爷参加四大学府的招生考核。这还挺有意思的，具体的情况你再多打听一下。小姐对此事有兴趣啊？家里都快闷死了，但想出去走走喽。嗯，事成以后啊，带你一起去。真的啊，小姐英明。秦城，你知道这个瓷器娃娃是谁吗？他就是暗夜族之王，暗夜妖皇。暗夜妖皇？嗯，没错。500年前，暗夜妖皇的妻子皇是当世首届灵姬，皇为救天下苍生，以身殉剑，在大战中去世。暗夜妖皇将此事归咎于帝苍，认定是他害死了自己的妻子，立誓要为他报仇，最终遁入魔道，去往西北无尽之地，统一了暗夜一族，成为我们大义永远的敌人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你先出去吧。嗯，好。小姐，你怎么那么讨厌叶公子啊？他找我还不是为了拉拢我爹，理他干嘛？你说为什么我爹不让我参加学府的考核呢？嗯，难道老爷觉得小姐通不过考核？诺兰胡说的，四大学府招生虽是我一国盛世，也难保不会有人去捣乱。也许老爷是怕小姐遇到什么危险吧。危险？嗯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去参加这次招生的考核。诺兰要和小姐一起去。我才不要带你一起去，你这么笨，连个墙都不会翻。我要是带你出去的话，肯定会被我爹发现的。小姐，你昨天还答应过诺兰要带我一起出去玩的，而且你要是走了，诺兰就该受罚了。打晕还是装晕，你选一个吧。那我还是装晕吧。哎，明天我要是走了，你可千万要帮我瞒住啊，否则我爹肯定会罚你的。知道了。还不快去帮我收拾行李。好吧。写得很清楚，今年的招生啊，改在天雍城举行了。天雍城？哎呦，天雍城乃西北境天堑，是抵御暗夜族的第一道防线呢。哎呀，好，就去天雍城看看。
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魂师终于遇见了他的新主人，这大异国怕是再也平静不了了。